黑裙赞超年可爱，自夸唔花心。韩国天后配台湾型男 ，How match 啊？很有气质 ，elegant。不过咧，寻日唔够五秒，天后就俾人拉走咗啦。咁啱数嘅吓，唔怕佢诈型咩？哦，我觉得两个不一样，因为一个是比较成熟的，然后一个是比较青春的。对啊，超脸是很青春、很可爱的。对，他也很有气质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比较就是那种青春活泼的那种感觉。那我觉得宋乔是就比较女人的那种感觉。因为超脸是我的朋友啊。朋友就比较有认识，但会知道他个性，连个性都很好。不是，就是都朋友啊，都是好朋友。然后呢，对，这样好像讲的时候，大家是很小气的，媒体会写我花心的，交朋友哪有什么花心的？说我对我在乎的朋友都会很好。当然，因为他也是怎么讲，他对我也很好，所以我当然一定会，我是很公平的，只要人家对我很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付出很多。啊，见到吓、啊，最近咧超年喺英国做 OL 啊，你哋就不停咁样喺个网度传情咯。我都唔知咧，我跟其他人有时候也会这样玩，就是朋友的互动。哎呀，唔使兜啦，越讲令人越多联想咯，唔该。